总是躲着你，一个人从东岸来到西岸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，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想怎么样？龙爹，你贵为美国西岸唐人街的第一庄家，那你说话不算话吗？没错，我是没有兑现我们之间的承诺，但是我已经没在你的地盘做事了，你还逼我？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的意思是只要有赌的地方你都不能出现。龙堂那边的赌场是不是你管？刘长空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你以为你有几个功夫好的就可以横行霸道了吗？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。有意思，龙爹，虽然你现在已经老了，但是你刚才说的话还有你当年的风范。冷血，我要这个人的一双手永远发不了拍。师父，我已经按你的吩咐把他们全部打倒了。花了多少时间？30秒。好，你开始进步了，但是我仍觉得如果你大师兄在的话，我相信他20秒就摆平了。是，弟子无用。现在在美国也没对手了。师父，在江湖上你被称为美洲赌王，称霸北美，下一步我们要上哪儿去？我看我们该回亚洲了，去击败唯一打败我的人，亚洲赌王洪震天。今天生意好吗？不错。对了，有没有高手来呢？你看他算不算高手啊？我不知道他算不算。青爷，原来是你啊。红姐，很久没见了。哦，你漂亮了，身材更好了。啊，那我让你看看，看完以后呢，你发不了功，变不了牌，赢不了我的钱，我也不吃亏呀。红姐啊，你的嘴巴果然厉害，怪不得打理洪先生所有地下赌场都是头头是道，客似云来啊。别取笑我了，你今天来不只是看我吧？自从我和阿俊赢了洪先生之后呢，我们每个人分了几千万，除了吃喝玩乐赌之外呢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有时候啊觉得闷死了。那倒也是。所以啊，我一有空就会到处找找我的朋友了。嗯，那谢谢你了。啊，阿俊最近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过他奶奶死了，对他的打击很大。我林雪。小七，你坐一会儿啊，我还有点事，我一会儿就来。我不妨碍你了。哎，又赢了！哎呀，我还没用特异功能呢。嘿，我终于明白洪震天当年的心情了。哎，给钱给钱。啊！嘿，老板，舒不舒服啊？太棒了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哎，帮你担担灰啊！哎，谢谢了哈，真舒服，真舒服。哎，
怎么是你啊？对了，我正找你呢，原来你在这儿当清洁工了。星爷，星爷，是我不好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哎，当时你出卖我们的时候，有没有给我们机会啊？我是贪钱，但是我没害过你。哎，要不是你出卖我们，阿俊的奶奶就不会死了，对吧？她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的。哎，星爷，星爷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是不对，但是我们总是共患难，我下次我不敢了。好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哎，祝你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一本万利，财色兼收，横财到手。哎，阿俊啊，你奶奶死了那么久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哼，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没想过。哎，你真没出息，我可不像你啊，我有宏图大志，就差一个搭档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呢？我们俩就是最佳搭档啊，不找你找谁啊？你有什么宏图大志的计划啊？我准备啊，环游世界，去挑战全世界的赌场。啊，还是赌啊？你没有想过做点有意义的事啊？喂，谁啊？啊，丽丽啊，你怎么现在才给我电话啊？哎，你等等我啊。师父，你总是那么准时啊。师父，你最近好吗？看见你了就最好啊。哎，师父请坐。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？有，三个月前洪震天搞了一个网上赌王大赛，选出来的选手啊都很厉害，后来有人赢了洪震天呢。三个月，哎，我怎么不早点回来呢？谁赢了？他叫高俊。高俊，他赢了洪震天以后一直没有露面，甚至怕被别人认出来，连相片都不拍。你能不能找到他？能。请过来吧。哎，柳先生，他是高俊的师父达叔。凭你的徒弟就赢了洪震天？我徒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只要他看过的牌，52张牌的位子，不管你怎么洗他都能背出来。结果洪震天就输给他了，他才14岁呀。哦，能赢洪震天的人竟然是个14岁的孩子。是啊，而且他只跟我学了3个月就把洪震天赢了。这次回来不能跟洪震天报一箭之仇，不过这儿有这么多高手，实在太有意思了。那洪震天所有的赌场交给谁管呢？洪震天呢，把所有赌场的事呢全交给一个女人来管，这个女人很少露面。他呢，自从输给高俊以后就意兴阑珊了，现在是玩妇女情，跟他的女儿呢到处去共度人生。没听过。他赌技如何？哦，他的赌技如何我就不清楚，但是呢我听说这个女人能连开30把大，能控制骰子的点数呢。洪震天把所有的赌场交给他一个人管，他一定有过人之处，我想见见他。好啊，我来替你安排。你徒弟呢？哦，那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，可是如果你想找他的话，我一定有办法找到他的。好，你好好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柳先生，谢谢柳先生。阿仁，你做事总是那么稳当，什么都很用心呢。这些是我应该做的。小明，来，过来，我陪你玩。来，过来。玩什么？哎，我这不管。
你背我吧。哇，好沉呐、啊！我长大了呀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干什么呢？又看儿子的录像带啊？事情也都过去了。你不是我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小明从小就很听话。小明从小很听话，很乖。他很喜欢狗，但是我却很讨厌。有一天，朋友给他送了一只狗。他怕我不喜欢，就悄悄地拿回家来养。我知道以后，他就把狗还给了别人。跟着他生气的，把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还给我，要求我让他养狗。我知道了以后，很不开心。阿美告诉他，我很不开心，我在哭。他知道我哭以后，就马上把狗还给了别人，跟着在我房间门口给我写了个纸条，说对不起。为什么一个这么听话的孩子，却那么早死了，还死得那么冤枉？为什么？意外的事情，谁都无法预计的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想泡我的妞啊？是不是想一箭双雕？你神经病啊你！真是。我不妨碍你们。哎，阿娟，你别生气，我是开玩笑的。当然不是了，认识你那么久，知道你是开玩笑的。睡吧。喂，睡的时候小声点啊。去你的！喂，还坐着这儿干什么？走啊，走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三点三点，下下注了啊！哎，李先生，刚才怎么样？手下可以吧？行，不行，我看下次买小吧。大。好几一点，好几把大，半板赢了一个，半板中板没错吧？又赚了。好，哎，是您、啊。怎么又来借钱呢？不是，你猜错了，我是来还钱的，顺便给你介绍个朋友。三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红姐，当年叱咤风云的魔术手顾兰，在赌坛上有两下子，现在竟然肯屈就在洪震天的地下赌场，是吧？嗯，我的前途用不着你来操心。你误会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见识一下你的魔术手有多厉害。你以为你能赢我就能称霸赌坛了吗？你这种想法实在太肤浅了。现在赌坛上人才辈出，这种追求是永无止境的，你不觉得累吗？成功与不成功的分别就在这儿呢。一个成功的人是不会觉得累的，当一个人觉得累的时候，他就老了，没用了。看来这一次躲也躲不了了。爽快，更胜当年啊。你想怎么赌？我用3000万赌洪震天整个集团。对不起，赌注这么大，我拿不了主意。
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怎么样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洪震天整个集团赢回来，这个后果你承担不起的。我今天给你个机会，跟我赌一把，如果我输了，我马上回美国，但是我赢了的话，你们所有的赌场得马上停业，直到洪震天肯跟我赌为止。好，你想玩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最拿手的就是骰子，我们就玩这个吧。好，我跟你摇八颗骰子，每人摇一次，然后猜猜对方所摇的每颗骰子的点数，谁猜中的最多就当谁赢，好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开始。好手法，好手法！里面的骰子有大有小，很难猜。我当然不会摇八颗相同的骰子让你猜了，里面的骰子不同，那就有难度了。虽然很难猜，但我还是猜中了。我试试啊，一个一，两个二，一个三，一个四，一个五，两个六。真棒，到你了。那我先瞅了。你没规定一定得摇对吧？玩这种玩意儿挺过瘾的，有时候眼力和记忆力都很重要的。你记得是几点吗？一个一，两个二，两个三，一个四，一个五，一个六。就差最后这颗骰子，我输了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告诉洪震天，说我在这儿等他。你们所有的赌场从今天开始不准做生意。冷琴，要多久？十五秒。先生你好，我是明爱的义工。我们现在呢，为山区的小朋友和水灾中的小朋友呢筹集资金。你只要少吃一顿饭，就可以为他们筹到一个月的生活费了。现在他们很需要钱来重建家园，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。你要是没钱的话呢，做义工也行啊。清洁工，别挡着我看表演呐！哼，我不是清洁工。三天前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清洁工。哎，今天看见你，你就不是了。哎，难道你升职了，做了清洁经理啊？啊，拜托您说话要有礼貌。那天在厕所里，你还跪着求我呢。啊，今天穿了西装了，就跟我说礼貌了啊？今非昔比了，我今天是代表美洲赌王柳长空。向你阿俊下挑战书的，挑战？你有毛病啊！阿俊的奶奶临死的时候，阿俊答应过他的，以后再也不赌了。嘿嘿，你知不知道洪震天家和洪姐的赌场全都关闭了？你说什么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洪姐已经输给柳长空了。柳长空下一个对手呢，是挑战你和阿俊。居然踩到我头上了！这次就算阿俊不出手啊，我也得出手了。哎，时间地点呢 ？OK， 七天后。
帝国酒店见。如果阿俊不去，我去。好，欢迎你玩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哎呀，哎呀，那当然了，知道我叫什么？叫我叫很漂亮，是吗？哎呀，哎，你回来了。现在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等着我去干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洪震天的赌场没了，让一个叫柳长空的人给赢了。那洪姐呢？她也输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她下一个对手是谁啊？谁啊？哎呀，就是你呀！她知道你赢了洪震天，所以呢，要跟你赌一把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才不去呢。哎呀，不去不行的。好啊，你答应了他，那你去吧。我是不会去的，因为我明天要走。你要去哪儿？去赈灾扶贫呢。去多久啊？大概三个月吧。三个月？那柳长空的赌局怎么办呢？你行的，我看呢，你一定顶得住啊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哎呦，哎呦。是走为上策，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慢慢的享受，享受一下人生啊，那多好啊！哎呀，要不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反正是死。哎，我现在还有9000万，争名夺利也没什么不好。现在是逃跑啊！哎呀，你以为去旅行啊？气死我了！周先生，柳先生吩咐过，在你没赌之前不能够离开这儿。就凭你，哼！怎么不行啊？哎呀，我让你害死了！哼！小心！你上哪儿去啊？哎呀，我要去死啊！你不是去旅行吗？是啊，我去地府一日游，你去不去啊？哼！哎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快点走吧，帮我搬行李。哎，师傅，那个胖子来了，你先出去。小朋友，你要上哪儿去？去拜祭你的坟头。哼，反应挺快嘛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赢不了我，你休想离开这儿。好，我今天就跟你赌。哼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今天呢，我就好好的教训你一下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失败。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我叫赌圣啊。赌圣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哎，我等着你呢。发牌。你口服心服，你先出去。你输定了。再拖了，你怎么变也变不了。我是3-2，开牌。哎，你会不会赌牌啊？各位观众，杀赌尖。
我知道你有特异功能，今天我给你个机会再赌一把。这次你输定了，特异功能是我的强项啊。摇头，脱衣服，脱衣服，脱裤子。脱内裤啊！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工具在哪儿？你让我把衣服穿上行不行啊？周清新，你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的，听见了没有？姐，你到底干什么呀？要你做这么点事儿，都搞成这样。对不起，师傅。少说废话。我给你七天时间，把高俊和周星星找出来。要是你做不到，后果如何，你很清楚。是。柳先生，阿俊的人呢比较沉稳，特别是他奶奶死了以后，他变成另一个人了，要找他那很难。但是那个胖子就不同了，有车有喝有女人的地方就能找得到他。冷血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就按达叔的意思去做吧。是。不过那个死胖子他去的都是花钱的地方。柳先生，你知道我的情况呢，我哪儿花得起呀？果然是只狡猾的狐狸，真会把握时机。好。你要能找到高俊和周星星的话，我给你50万。谢谢刘老板，这个死胖子我一定把他找到。高俊，我看你能躲多久。高俊，胖子，胖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地球啊！哎呀，废话！哎，钱都没有了，怎么
办呢？哎呀，喂，这钱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疯了！你在我后面。哎，钱在这里，怎么是你的呢？哇，整整10万块，我看见了。哎，把它分了好不好？啊？哎，这钱是我的喂。喂，你在这给我等着我啊，我很快就到。哎，喂喂，哎，先把表留下来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块表好几万。这里有好几万块呢。哎呀，你到那边等我啊，等着我给你分钱。神经病，我真笨，干嘛跟你分钱？哎，不对劲啊！想不到我周星星也会被人骗了，真倒霉。肚子饿了，怎么办呢？死就死吧，拼一次了，不管他。哎呀，好饱啊！全靠你了。哎，伙计，结账。谢谢，88块。88块，这么便宜啊？啊？哎呦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没事，可能是吃的太饱，所以肚子很疼。哎，我去消消食。先生，先结账好吧？钱包放这儿啊。结账好吧？哎呀。等你结完账，那我就拉了。哎呦，我找你12块吧。啊，这种臭事我见得多了，是不是想吃霸王餐呢？难道我的钱是假的？你的钱就是假的。哎，胖子，胖子，我盯了你很久了。来，干杯！干，好，好，好。Hello， 各位老板，美女来了，小妞来了，这次很高的。是不是很难选呢？我来帮你们选呢。那好，这个呢，18岁，嫩得出水，便宜你了，小帅哥。来，坐在这儿啊。哎，来，你过来啊。这个身材这么好啊，一定适合你。还有啊，你呢是这个功夫一流啊，赵先生最适合你了。哦，来过去啊。最后呢？轮到你了，真的，哦，最适合你了。好，我说的不错，来，过来，坐啊。哦，不错啊，皮肤滑溜溜的啊。那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鸡鸡。哈，来喝一口，喝，干了啊！来，我敬大家一杯啊，干杯！干杯！那这打啤酒呢，我请客啊，玩得开心点啊！行，好，谢谢啊，拜拜，谢谢了啊，谢谢了。怎么样？一会儿怎么样？名字？哎，仁哥，娟姐，我有个客人喝醉了，非要我陪他上街，但是他又不给钱，怎么办？我去看看。啊，我去叫仁哥。哎，这种小事不用叫他了，他是看这个场子的，不叫他叫谁啊？有我就行了，走吧。嗨，这位老板，怎么了？账单有问题呀？我帮你查一查。啊，喂，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他穿得这么风骚，我要上街，他以为他镶了金子。那我不管那么多，如果今天不跟我去的话，账单你自己付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现在耍我呀？我就是不跟你去，要去你找你妈。你耍我！哎，老板呢？她是小女孩，不懂事，你原谅她吧，给我点面子好不好？啊，皮肤挺有弹性的啊，可别说我不给你条活路啊。那你们两个其中一个，那不陪我的话，这个账单我不付。
什么事啊？啊，仁哥，有人在这闹事。哎，这没你的事。你想上街是不是啊？好，等等我啊，我去拿提包。快点儿。装蒜呢？不敢，你先走吧。你看你磨磨蹭蹭的，我去买点东西吃，你等我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在我面前耍花样，我认得你，你是昆界的司机大饼，老来庄有钱人，又不给钱，别的把柄都怕你，我可不怕你啊。那你记住，我叫杜鹃。对不起，走啊！哎，小朋友，哎呀，不要打我，我又不敢了。小明，发烧了，来，我扶你。像呢，哎，我像谁啊？是不是像你啊？哎，吃面，吃面，吃面，快吃吧！啊，你不吃啊？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你不吃，我吃了。对了，昨天晚上你怎么睡在小巷里啊？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呢在孤儿院里长大，老是被那些大哥哥欺负，所以我就逃了出来了。因为肚子饿去吃霸王餐，结果被人打了一顿。所以就睡在小巷里了。为什么不告诉院长呢？我投诉过了，但是院长呢反而打了我一顿。后来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，他们说我是穷鬼，欺负我，打我。姐姐啊，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，求求你收留我吧，我可以帮你做家务的，干什么都行啊。总之你不要赶我走。放心吧。姐姐不会赶你走的，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吧。姐姐，你可真是好人。姐姐，帮我盛饭。
死胖子，挺会装蒜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骗不了我的。什么？哼，我知道你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你是什么人？是吧？你少管闲事，你再多管闲，我小心我揍你！哎，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？啊，我问他是在哪间孤儿院长大的，明天我好帮他去讨回公道啊。对呀，可以投诉的。你是哪间孤儿院呢？那里人像个地狱，我都不想提他了，而且我也忘了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不想我住在这儿？那我走好了，反正。没有人喜欢我，我出去也不一定会死啊，大不了又回孤儿院了。对呀，啊，不是，姐姐喜欢你，喜欢的要命啊！你看你多可爱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是不是我打你，你也不还手啊？不会呀，哈，真的不还手！哎，你嘿，啊，行了，不玩了。哎呀。坐太危险了，还是坐这儿比较好。哎，你们两个别光顾着玩了。对了，阿妹，她除了淘气之外，真的很像小明。啊，谁叫小明啊？小明是我的儿子，3年前被人打死了。要是他没死的话，今年跟你差不多大。姐姐，你这么好，又帮我，我当你儿子吧。你真听话，以后叫我娟姐好不好？好啊，娟姐。哎，别再说，别再说了，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我不吃了，这些菜太难吃了。死胖子，这些菜是我做的，有多难吃啊？娟姐都没说难吃，你说难吃？问题就在这儿啊，娟姐她人好，所以她没说出来。好了，别再吵了。你想吃什么？牛排。好，我带你去吃牛排。娟姐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把她宠坏的。娟姐，我吃完牛排啊，就会听你话了。好。我带你去吃牛排，但是吃完了之后呢，只能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，知道吗？因为娟姐还要上班呢。嗯，这么晚了还要去上班？是啊，娟姐是在夜总会里工作的。哎，是哪届第几组啊？有跳舞的吗？啊、哦，你说什么？哦，不是，娟姐，我也想去。小孩子不能去夜总会的。娟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的经历啊很惨的，我一睡觉就挨打，晚上我根本不敢一个人睡觉。哎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跟你去吧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嗯，好吧，我带你去也行，但你要听话。当然当然了，你让我去夜总会，那我就不吃牛排了。再拿两瓶酒来，来，干杯。好。啤酒啊。哈哈。你真漂亮，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不好意思啊。别不好意思嘛，来吧。虽然我有钱呢，但是我最恨的就是这种男人了。要是阿俊在这儿，一拳就把他们两个打死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说要多少钱吗？你说，你说呀，五百。神经病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别理啊！哎，干什么你？臭三八，活得不耐烦了，是不是想挨揍啊？干什么？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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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走吧，快！仁哥，你这功夫真厉害呀！哎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仁哥，你的功夫可真厉害，几拳就把那家伙打倒了，哪儿学的？哼，反正我知道你很多事。哎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哎，你是侠客，还是雇佣兵呢？我啊，什么都不是。什么都不是啊？这不可能啊！哎，你不说拉倒，反正呢，落难英雄的背后啊，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那胖子，嗯，刚才的事呢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。你啊，不要告诉娟姐。就算天打雷劈，我也不会说的。但是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娟姐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她是吧？喂，你不要胡说啊！哎呀，男人大丈夫，哎，你喜欢就承认嘛。那，胖子。你当我是朋友的话，就别再问了。
行行行，我不问。哎，我就是朋友，你究竟知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？哎，说泡妞这种事，你不说是没用的。娟姐一生最舍不得的人就是他儿子。哎，这太容易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喂喂喂，你给我回来啊！娟姐分解心理变态。哇，四言代表下流啊！小心，你坦白的说，为什么弄成这样？哎，我是想啊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做个好孩子。喂，你是不是在发烧啊？小心，跟我来。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娟姐，你说我这个造型像不像你儿子？你装小民？其实我是想哄你开心，因为我装你儿子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妈妈，我已经死了三年了，我知道你还很想念我，其实我也很想念你。小民，我最不放心的人就是你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为自己的生活想想，再找个伴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笑什么？像你的样子。其实这些不是我的主意，是仁哥的主意。哎，你没出去啊？回来了。怎么啦？为什么不出去玩呢？没有啊。昨天晚上小青突然间撞上小明，还和我说了很多事。娟姐，你可别怪我多事，我总觉得那个家伙古古怪怪的，你要小心。你不要那么大的疑心，他才十一岁。十一岁？可是啊，他像十八岁那么成熟，而且很下流。小新有时候是比较坏，但是他很善解人意。那比如他知道我很想念小明，很不开心，他就故意撞成小明来哄我开心。这种人坏不到哪儿去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也许你们是有缘分吧。对了，仁哥呢？嗯，他说有事不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说古怪啊，我觉得仁哥有点古怪。哎，他这个人就是不爱说话，神神秘秘的。你喜欢他，当然这么说了。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影很熟，不知道在哪儿见过。怎么，看中我男朋友了？神经病，你说什么？怕什么？我们是好朋友，让一半给你也没问题啊。哎呀，你别傻了，男朋友哪能让呢？你还当不当我是姐妹？怎么了？我是开玩笑的，不行啊。你呀，拜托你改改你的性格吧，疯疯癫癫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，什么时候假的。也许二人喜欢呢，两个人一个凹一个凸，这样才相配吗？这叫取长补短，不过你不会明白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很久没有爱情滋润了。是啊是啊，看你美的。起来吧。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你怎么了？小明，小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报警啊！快报警啊！小明，小明。啊，在网吧打打游戏还真不错。哎，时间还早，先去找仁哥吃宵夜。
娟姐，干什么？明天是我12岁生日，你怎么给我庆祝？这是你生日啊？哦，那当然要庆祝了。你到哪儿去玩啊？我长这么大呢，从来没有爸爸妈妈给我庆祝生日，你能不能成全我呀？我做你妈当然没问题了，但是上哪儿去找个爸爸呢？哎，你放心，我帮你找啊。好，那勾手指。一言为定啊。我现在呢就去找你的老公啊，不是，找我爸爸。快点，你带我到哪儿啊？你跟我来。仁哥。小青啊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这个就是我临时的爸爸。哎呀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真拿你没办法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走吧。是啊，这个不错吧？你看看。是啊。哎呀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来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啊，一起玩。来，抓我的手，小心啊。快，有位子，这儿，快坐，快坐，看看要点什么。几位啊，请点点什么？冻丁茶。这位呢？我也一样。你呢？哎呀，我要香蕉船呢，加冰激凌，加香蕉，加饼干。哎呀，什么都来点吧，快快快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。我娟姐，我去洗手间，小心点儿。啊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谢谢。那这个是你的，谢谢，请慢用吧。仁哥，哎，你这么斯文，想不到你在夜总会里当打手。没办法，学识太少，干什么都不行，没办法，只好做打手了。还有什么好做的？这也好啊，这有那么多美女，近水楼台啊。不会的，做事归做事，我分得很清楚的。你别认真的，我开玩笑的。喂，阿娟，你笑了。自从你儿子死了以后啊。你还没好好的笑过呢，那又怎么样？开心和不开心都要过日子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阿娟，擦擦汗。哦，谢谢。
你别动。谢谢。阿妹，坐。还说是姐妹呢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我会相信你吗？阿妹，你不要说了。你明知道会弄成这样，当初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生姐姐一样。你误会我们了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阿妹，哎，算了，让他冷静一下吧。哎呀，怎么出事了？阿仁呢？我平时那么相信你，你竟然骗我！这个女人是燕夜总会的妈妈生。上次周星星跑了以后，这个女人救了她，并且一直住在她家里。大师兄在这家夜总会里边当打手很久。哼，当打手，没出息。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大师兄跟那个女人，我想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密切。怪不得阿仁跟以前不同了，原来是为了感情的事。冷血，怎么说一人也是你的大师兄，你要帮他。我要所有妨碍阿仁前途的人全都消失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师傅。柳先生，我帮你找到周星星了。我知道他跟那个女人住在一起，天天晚上出现在中国城啊。你说的事我全都知道。高俊呢？高俊，我找不着他，他但是你找到胖子就能找到他了。冷姐，马上把周星星抓回来。艺人的事你帮我处理吧。是。嘿嘿，老板，那我呢？这个，老家伙，虽然你做事慢了点儿，但是我说过的话，我还记得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嘿嘿，一定一定。周星星出来！小星星，干什么？什么事？走开！啊，走开！少管闲事！走开！干什么？坐！哎，走！在这儿倒是。哎呀！哎呀！仁哥，不好意思，砸错场子了。小星，帮我把门关上。哦。
呀？小青，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总之不能乱说话。对了，我叫你找人哥找到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因为他的电话老是打不通。他是怎么做男朋友的？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？他肯定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一定不敢来的。他不是那种人。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你不了解他这个人，他可喜欢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快走！干什么？哎，快！小青，怎么样？娟姐被柳长空的人抓走了。啊？柳长空？是啊，都是我不好。你知道妹妹的事吗？哎呀，所有的事都是因我而起。仁哥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。哎，你说娟姐她会在哪儿？我知道。哎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喂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们走吧。哎，你等等啊，我要去通知个人。谁呀？高俊呢？走吧。小心啊，搞什么鬼？让我等他。仁哥，什么事？哎，我都办好了，走吧。你在上面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。现在先去。不好！好呀！你，哎呀，哥，哎呀，哥，哎呀，哎，哥呀，好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哎，停！走
周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啊。是啊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哈、啊、原来你还活着。哎呀，老天没开眼呢。你的嘴还是那么损。我打不过你啊，我就咒死你。高俊在哪儿？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他很快就会来了。很快？你说的话我再也不会相信了。你告诉他，两天以后我在帝国大厦的天台等他。两天后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明天吧。那好。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坐下。你想走？你想到哪儿去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有见到了高俊，才会把你放掉。这儿有电话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哎。柳长空的人，跟我去见师父。是来抓我的。嗯。高俊，我的朋友呢？放心，他们没事。只要你赢了我，我会放了他们的。而你赢的钱全可以拿走。如果你真的想跟我赌，又不知道才有这种方法，请我回来吧。听说你再也不赌钱了，所以要请你回来的话，只能用这个方法。废话少说，你想怎么赌？怎么赌？我想问问，你拿什么跟我赌？既然是你要赌的，你说吧。我赌你的手，桌上有5000万，要是你全输了，就把你的手砍下来。5000万毛一双手，你也太狠了。我就跟你赌。好。
500万。500万。假装有对儿，想骗我。1000万。跟你全赌了。不去了。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看样子我比你水平高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他心通呢？我看你不会明白的。看来我看得太通透了。心痛，干什么呀？现在是不是害怕？